错。哎，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啊，随便逛悠逛悠。那个，又见面了啊。这里不大，容易碰见。你这是要回小院吗？啊。顺着这条路走到海边，然后沿着海边的公路一直走，就能看到村子的入口了。啊，好，谢谢啊。怎么了？你不会被蛇咬了吧？你为什么一直盯着他看呢？是因为没见过吗？没踩过。你要不先把脚从牛粪里头拔出来呢？第一次骑马，啊，对。放心，小可爱很温顺的。之前啊，是阿远拿鞭炮扔过他，所以他才讨厌阿远的。啊，他叫小可爱啊。嗯，生下来的时候小小的，很可爱。谢谢哈。别客气。这踩到牛粪啊，是吉兆，说不定我还能沾沾你的喜气。辞职出来玩的？你怎么知道？一过来就住三个月，哪个公司给这么长的假？你怎么知道我住三个月啊？有风小院三个月起租。啊，对。是失恋了还是迷茫啊？嗯，你为什么这么问？哼，那不是爱情就是事业呗，无非就是这两件事情。嗯，现在大城市的年轻人啊，都这样，觉得自己压力特别大，干得多挣得少，老板还特别少。虽然嘴巴上天天抱怨，但真正辞职的人少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啊，为什么？因为辞职了还得找工作，找不到工作挣不到钱，没有钱啊就养活不了自己。哎，那养马能维持你们一家生活吗？能啊，我们家有房有地的，开销也不大。阿奶呢，种种菜，每天出去摆个摊，挣个几十块钱。我就算什么都不干，阿奶的钱啊，都足够养活我们一家了。你阿奶多大年纪？今年啊，正好八十。太阳落山喽。晚霞把天空红透，海面迎着风，落日多温柔，夜都在身后。拿着，慢走。谢谢。慢点，慢点。去那坐会儿。小晴啊，来双拖鞋。哎呀哥，你女朋友啊？开什么玩笑，人家就是过来玩的客人。小可爱，你随便去跟人家骑，上次我想骑你说不让骑。来挑一双。这个合适吗？合适，多少钱？你跟阿瑶哥一起来的，不赚你钱，25块。啊，10块。10块我就真的不赚钱了，10块，
怎么是你付钱了？人家是，你是太平洋的警察吗？管这么宽。哎，我帮你把那个标签扯掉。啊，好。哎呦哥，没礼貌。按照这个辈分啊，你应该喊我阿瑶叔。什么叔了？都什么年代了，还论这种辈分？八竿子打不着。你的鞋。走了。嗯。哎，等一下啊，这个给你。哎呀，谢谢你啊，有空常来玩啊。哎，拜拜。阿瑶哥，明天去你家玩。行。阿哥，吃了吗？没吃呢。你刚回来？对啊。干什么去啊？接我阿奶回家吃饭。啊，行，慢车。哎。